不好了，我们马奥特之母被偷走了。什么？敢偷我的老婆？虽然她总是凶我。爸爸，让我来看看监控。哦，这怎么了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让我看看。啊，杰德，怎么会是他？大圣，你马上把他叫过来。总队长，你叫我。杰德，说吧，你昨晚拿了什么东西没有？我昨晚去了趟地球，早上才回来呀。爸爸，我把杰德带回来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又有一个杰德呀？啊，你是谁？竟敢冒充我？哼，我还说你冒充我呢。我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。我是真的。好了，别吵了。那既然这样，大圣，你来测试他们一下。左边的杰德先来。我问你，你的银河出生形态一共是几种奥特曼的力量，分别又是谁？五位，有初代贝利亚银河欧布艾克斯。右边的杰德，这把武器是你的哪个形态？真皇形态。左边的杰德，你感觉年轻的奥特曼里谁最厉害？这个奥特曼没有最强，只要有守护之心，所有人都会发生奇迹，都会成为最强。本来还想再玩玩的，算了，奥特之母我就带走了。还想带走我，还早20000年呢。这老婆真棒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点个赞吧。